雪白头，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了诺言一番求。踏过繁华浮生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贪婪便从此无所求。走在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抱着名声为酒中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避开家天尽休，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立马这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抱着名声为酒中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，一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来了，鱼不败的阴损招。不行，根本看不见，根本看不见这些招式是从哪里攻过来的。猎涛掌。这糖葫芦我吃定了，完全无迹可寻。哼，你别得意，小爷我现在才要认真起来的。怎么会？我感受不到灵力的涌动。再试试。我已经把气息布满整个擂台，竟然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灵力。声音呢？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糖葫芦我可是要山楂的哦。雨滴灵象盾。雨滴灵象光。没用的，我这法宝啊，天人境一下就没人能从正面打破的，你省点力气吧。这小激光还挺漂亮。哎呀，从背面也是没有用的啊。上面也攻不破，真的无懈可击吗？哎，那道裂缝进到他的防御之中了。还有没有其他招式啊？不痛不痒的呢。怎么打不过开始躲了？就算我看不清楚，你也无处可逃啊。逃？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这个字。是躲不行，但没我的劲儿啊。嚯，听这动静倒是不小，但是鱼不败一声不吭的，这小子难不成还想乱拳打死老师傅呢？乡不老就是乡不老，真难看。
灵草。何先生，所依分钱一分货，您这灵草收的勤快，最近做事倒是马虎得很。你放心好了，这次保证把你弄进玄层。先给你进入凡层的价格，剩下的等我顺利进入了玄层再补上。这届的学生怎么都这么滑头？谷歌的传送通道最近好像有点问题，算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修起的话不知道还得花多少冤枉钱。嗯嗯，不得不说这夜雨跟那满铁牛一样抗揍啊。哟，没事了，余不败赢了，肯定的吧。哎，烟雾开始消散了。这小子该不会是发现我的弱点了吧？老想靠近我，躲得我累死了。怎么样，该认输了吧？一整年的糖葫芦哟。哼，还没完呢。我早就发现你的弱点了，你的地榜100名，我要定了。好小子，把擂台砸成这样，何空门得心疼死那笔休息费喽。接下来这一招，你可要好好的接住。原来是这么破解，打到空中就行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一招怎么样？你的招式无声无痕，但打在人身上，总归还是能硬扛下来。但我的蛮皇怒，这一拳下去可不是从榜上除名这么简单了。怎么样，认输吗，于不败？我认输。胜方，夜雨，恭喜夜雨成为阴阳学院地榜第100名。他居然赢了于不败，真是后浪猛如虎啊。真的假的，他赢了？夜雨打赢了于不败，这乡不老倒是有点能耐。还行，9、8、7，你盯着台上数什么呢，上官？你看夜雨，夜雨怎么了？他不是已经赢了吗？3、2、1，夜雨，夜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倒下了？看来他那一招蛮皇怒根本打不出第二击。晕了。夜雨，夜雨。我靠，你炸我，你灵力枯竭根本打不出第二拳蛮皇怒。喂，你居然耍炸。喂，我不服，等你好了咱们必须再打一架。喂，夜雨，我不服的，下回还得打，听见没有，夜雨。北燕，你可知罪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寻找神族血脉继承。拜托了。扫码关注所以文化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独家内幕与花絮。斜阳风下迎风沙，几度春秋
江山如画，蓦然红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对你牵挂怎放下，旅行等待